到现在都还不知道我拿多少钱。基本上没有。我没有问。没有吗？姐吗？一贝，你敢想这个问题啊？怎么敢问？我们都不敢讲。对啊，我没有。我想说，郭哥给我十分斗争的十分给个十。他们真的都很挺，这一听说闷锅要出任务要演舞台剧，他们二话不说真的都回来了。我们刚刚那都只是开玩笑，那价钱我们就自己再来重新调整。没有，到现在都还不知道我拿多少钱。基本上没有。我没有问。没有吗？基本上有钱吗？一贝，你敢想这个问题啊？怎么敢问？我们都不敢讲。对啊，我没有。我想说郭哥给我十张斗争的票，对，给个十张票就可以了。我也没有问价钱，你还没有票，你还有票。我是在想说彩排当天晚上我要包红包给伟东哥多少钱。